你们俩跟俺娘说啥了？说俺喜欢大小姐。东家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啊？哎，东家，寡书上说了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。东家，别的都不知道，你要是娶了大小姐，那你就是金矿唯一合理合法的主人了，那谁都不能跟你抢金矿了。俺俩就跟着东家一辈子有吃有喝了。哎，对啊，东家，还有三件事儿。第一，你舍了金矿救了大小姐，英雄啊。第二，那大小姐长得也不丑，赚了。第三，你要这样真把于世儒给灭了，大小姐跟了你，那不就把他给比下去了吗？山大侠，在下认为你的娘经多识广，有见识，听你娘说的没有错啊。你想一想，只要这红白喜事相冲，你娶了她之后，这大小姐一觉得自己有了靠山，二她就想继续活下来了，再加上她乃英雄之后啊，是非常还有本县给你亲自做的媒，不会错的。你们俩跟他商量好了，给俺下套。哎，这哪里是什么套啊？本县要倒退20年，还愿意钻这个套呢？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是吧，二位兄弟？是是是是是。枣窝头好吃吧？那还有呢，我再给你拿俩去。大娘，嗯，我够了，够了，喝点水，姑娘。哎呀，大娘，哎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没有，您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都记到心里了。我现在好多了，嗯，吃了窝头，真好吃啊。您放心吧，我会想得开的。哎呦，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，你知怎么着吗？大气。哎呦，你跟善海生生死死那些事儿啊，他们都跟我说了。说完我听了以后吧，我就动了一个念想。姑娘，我说出来，你可别介意啊。那个，你看我儿子善海吧，他到现在他也没娶媳妇儿，你们俩要是能在一块儿，那多好啊。我跟你说呀，刚才我跟你说了啊，我是善海的干妈，其实呢就是在他遇难的时候，我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。哎呦，之后他对我那个孝顺呐，前些日子我让日本兵给抓起来了，他冒着生命把我给救回了。你说我这老命值吗？他就这么一个好人。再有啊，你看你，他冒着生死把你给救回来，你说天底下这样的男人有第二个吗？没有。姑娘，你要是嫁给这样的人，你不是造化了吗？老干妈，哎，所言极是啊。宋叔决定了，准备给你做这个媒。上海有他的老干妈，你有宋叔啊，双方都是长辈在场，明媒正娶。你爹在天有知，也会为你高兴的。罢了，久请第二任听令，令二任下得山去，将那美酒好肉、香烛香糖
一并送上山来，为你一家大人举办大婚做好准备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咱们记住了，你们回来之时便是你们主人大婚之日，明白了？得令，快去快回，记住了啊，要嚎的不要挠的。儿子，怎么躲这儿来了？哎呀妈，我想清静会儿。我可高兴透了啊，马上升格当婆婆了。儿子，这会儿咱们把气儿得提得高高的，不能让新媳妇儿给比下去。陈雪蓉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情报。我已经很努力为皇军打听了，可是我也出不去县城，我是有心无力，我也是很着急的。你不想死的话，就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交给你一项任务。我听皇军安排。你可以离开县城了，我会派人协助你找到程老七，海龙寨的程老七，劝降。劝降程老七，我以前被他们绑票过，后来又被上海抢走了，他们已经恨死我了。如果我去劝降他们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海龙寨的俘虏交代，程老七身边有一员干将，叫小山豹。他经常去海雄镇的不老村大烟馆抽烟。烟馆？对，你就去那个大烟馆当掌柜的，等小山宝来，从他开始劝降。是。あの中国人たちを殺すにはまだ時間がある。それを考えると愉快だな。上海か、秀の鳥か。还有东西都弄好，不许耽搁。好嘞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的。告示上写什么？没写什么。哎，你是不是欺负俺不认字啊？你小声点。是跟东家有关系？胖子，出事了。东家幸亏没来，不然就坏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走，出了县城，俺告诉你。快走。哎哎哎！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可不是两扁担压不出一个屁的主啊！那告示上说了，说小鬼子要处死才子哥，而且就在蔚蓝山家里。小鬼子是要用蔚蓝山和才子哥当鱼钩，把东家给引过去，然后抓起来啊！聪明。哎，可东家没有金矿图了，他为啥还要抓东家？可小鬼子不知道啊！你想想，东家现在就要大婚了。他要是知道这事儿，那肯定不会去拜天地，一定会去赴约，这不正好中了小鬼子的计吗？东家这次凶多吉少了，
你说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哎，俺没看见过告示，你也啥也不知道啊？那万一才子哥被杀了，魏兰山有什么好歹？那东家还不疯了？还不把咱们俩给撕巴了？撕巴了也就撕巴了，就怕那小鬼子造出什么谣言，说东家什么见死不救，这不坏了东家的名声吗？可告诉东家，东家又凶多吉少啊。马书上说了，这次东家进退两难，有什么事咱们俩盯着，不能让东家就这么被小鬼子给抓了。来，咱们也算一卦，看天意啊。哎，你猜这两只手里边哪只有钱？猜对了咱就不告诉东家，猜错了咱就告诉他。那为啥是俺猜啊？那这是俺的钱呀。猜猜猜猜猜猜，这个是有钱。猜对了咱不告诉东家。对，不能告诉东家，让东家好好娶媳妇当新郎官。你这个猪脑越来越像人脑袋了啊！这什么猪脑袋啊？这是人脑袋！切！来来来来！哎呦，你说那大户人家的闺女，你看这马上要成亲了，你说这茅草房我也是没办法。我呀，昨天连夜给你赶制了一套衣裳，你看看。待会儿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。大娘，您这针线活做的可真好。这衣裳做的真漂亮，鲜活吧？嗯。老当家的，日本人说了，那几个伙计由他们处死，小才子由您亲自动手清理门户。小才子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他们啊，说杀就杀呀！他们一口咬定是死罪。我让你给日本人送了那么多金银财宝，把我的家底都给亮出来了，日本人真他妈不给面子。这该死的日本人啊，把送去的东西都扣下了，说是支援前线。杀人的事儿啊，还是说一不二，连一点门缝都不开。他们还提出了条件，说如果咱们抓到了善海，交给他们，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啊，就可以从轻发落，免了死罪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老当家的，他们还怪罪您，说几次请您去宪兵司令部，您都不去，连县城都不去，是根本没把皇军放在眼里。他们找善海不就是为了那个金矿图纸吗？啊？是啊。现在看来，日本人到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。老当家的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呀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日本人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人都当亡国奴。滚！哎呀！迎请新人。
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，宋某人三生有幸，为抗日大侠和英雄之后举办婚礼，能作为证婚人，宋某人真是高兴万分的。那么现在开始。好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太好了。夫妻对拜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这时候揭盖头啊？妈，这墙角瓜拉郎配的事儿俺真干不了，这不是俺上海干的事儿啊。儿子，这拜天地，天也拜了，地也拜了，就差夫妻对拜了，你这时候揭盖头那是悔婚呐。哎呀妈，你别着急，你听俺说，这周大小姐一路经历了这么多沟沟坎坎，身子骨都糟蹋成这样了，俺这时候跟她成亲不是占她便宜吗？再说了，这要传出去说俺上海娶一个媳妇是图别的，俺以后怎么混呢？大小姐，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，俺妈她是好意，她跟俺说你这身子骨只要俺俩成个亲冲个喜就能好起来。妈，这天地也拜了，高堂也拜了，身子骨该好它也就好了。大小姐你别难过，俺俩一路走到现在也算是缘分，俺上海从小没有兄弟姐妹，要不是俺妈，俺活不到现在，俺认你当个妹子，你看咋样，表个态。上海，你图不图俺人俺不知道，俺就知道既然俺答应跟您拜堂成亲了，俺就接受你了，你不愿娶俺也好，那你就认俺这个妹妹，咱也算是一家人了。从今儿往后俺就认你这个哥了。哎妈，你听见了，你以后就多个闺女了，又多一个人孝顺你。好好甚好，真乃金銮之好，百年之合，变成了兄妹相认。哎呀，真是情深似海呀，今天仍然是个大好的日子。老人家现在可以喝喜酒了吗？啊，行。哎妈，俺先敬你一杯，拿着。娘，哎，先敬你一个。妈，儿子敬你一碗。来，妹子，哥敬你一杯。啊，不喝也是妹子，齐活都来，都来，来来来，都来喝来，快来！兄弟们，都是俺不好，俺不该连累你。才子哥，
你这不是看不起俺们兄弟吗？是啊，看你咋样。这不是看不起你们，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谁都是有爹妈养的，人死了不能尽孝。明天他杀俺，俺绝不眨眼，可你们不能这样。你们明天向他们求饶，把责任都推到老一个人身上，尽量要活下来，啊？不，才子哥，俺们跟你走到阴曹地府，俺们还是兄弟，在鬼子面前给鬼子磕头当孙子，俺们不干。对，不得干。你们傻呀？啊？俺让你们活着是有机会报复小鬼子。咱好汉不能吃眼前亏，啊？知道吗？才子哥，吃亏就吃亏，咱又不能丢志气。对，不能丢志气，不能丢。爹，娘，日本人明天要在渭河星的院子里斩小才子，主刀的是魏兰山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？县里边兄弟说了，说这可能是他们给善海下的套。我认为善海一定会去的，他始终把自己当成魏和兴的人。善海会去劫法场？七，如果你不愿意去，给我几个兄弟，我带人去看看，见机行事。七，如果善海被日本人抓走了，我们可就再也找不到金矿了。既然是关乎到金矿的事情，那就大伙都去吧。不见兔子，不撒鹰。麻田和龙岗秀泽抓了魏和兴的小才子和几个伙计，扬言要杀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一直不动手？他就是想让上海这小子知道，这就是给他设下的鸿门宴。就是，听说上海离开魏和兴的时候放出话来，魏兰山有难，他要帮三次，以命相报。帮了三次以后，他与魏和兴再无瓜葛。这次才是魏兰山的第一次啊。俺看这是善海的劫难，俺们正愁找不到他，看来咱们必须得去趟魏家馆。现在还没醒呢吧？他把自己喝大了。今天小鬼子要杀才子哥了，咱们该走了。对，该走。咱们这回走了，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。只要能把东家的面子挣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那。咱再去看看东家吧，给东家道个别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把东家吵醒了，不然咱俩谁都走不了。知道了。东家，咋回事？干磕头干啥？东家，俺，东家，没事，俺们就是来看看你，你接着睡啊，俺们走了。
等会儿。赶紧说说到底咋回事？东家，没什么。妈！俺妈咋了？俺妈呢？东家，娘没事，娘好好的。那咋回事？东家，俺看了告示，说今天小鬼子要在蔚蓝山家杀了才子哥和那些伙计。这他娘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俺们下山给你买喜酒的时候。那你们俩就看着俺傻乎乎在这拜天地，不敢说这事儿。东家，都是俺的错，是俺的主意。俺知道走青岛那一趟，梁大哥的事儿你过不去。这事儿你要是知道了，你肯定会去的。这都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，你去了就回不来了。东家，俺们下山就是要去救他们，俺们会跟世人说，是俺们俩瞒着你。你根本不知道，错是俺们俩。别说了。别说了，多大个事儿啊？多大个事儿啊？俺那当家的是吃素的，俺卫门那些弟兄们是吃素的，用得着你们俩吗？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这事儿你们俩别去，去了反倒添乱，俺自己去处理好就行了啊。东家，东家，干啥干啥干啥？怕俺死？怕俺死？你东家的通天雷上海是说死就死，说没就没的吗？俺都跟你俩说了，卫门俺熟，俺去了好张罗，你们俩去了倒麻烦，给俺添乱。这事俺自己去处理完不就完了吗？没事。对了，俺要是一两天回不来，别往别处想，俺得把小才子带走吧，得藏起来吧。回不来的话，别跟俺妈说俺干啥去了。带着俺妈呀，去找八路军去，找那个秦队长。俺到时候办完事也好去找你们，跟秦队长说是俺妈，俺亲妈，知道吧？别这么瞪着俺，跟生离死别似的。不许跟俺妈说这事儿啊！儿子，妈，起来啦！妈，我刚才看你睡了。出去温点野菜，待会儿给你熬锅汤喝，去去火啊！俺就知道这天下就俺妈对俺最好。妈，哎，俺得出去一趟。嘛去啊？下山呐？啊！你，哎，俺跟那俩伙计已经打过招呼了。嗯。俺这一趟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你要在这住腻歪了，俺让这俩伙计带你去八路军那住。八路军那儿啊，有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他一听说你是俺妈，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俺走了。儿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下山干嘛去啊？啊？哎呦妈，你看你急的，别着急，俺跟你说实话。嗯。俺不是从卫门出来的吗？俺在卫门有个小兄弟叫小才子，他违反了卫门的规矩了。老当家的要处罚他，弄不好就要弄死他。没事儿，俺去给他说个情去。俺以前跟卫门的过节，三刀六斗都已经过去了。妈，俺是去做人，做个好人。妈，踏踏实实的。妈，回去吧。
上海は兄弟を強奪するために攻めてくるだろう。だが私は十分な準備をしている。奴が来たら罠に陥れてやる。 快看！ 小鬼子，这是一个加强中队啊！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。队长，咱打一下，把伙计跟小才子抢回来，这样。 这个上海不就美国干了吗？咱们也算是搭救这小子了。站住！到！你带一队人去那晚的山头，记住，不要跟小鬼子硬拼。如果人救不出来，咱们趁我没见光。明白。哎，俺没有开枪，你不许开枪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跟俺走。 这回要掉进去了，上海要掉进去了，那是他捡的运气。他自己惹的事儿，他自己个儿去摆平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把长枪给我。你要长枪干什么？ 日本人要是抓了上海，我们还上哪儿去找情报组织？杀了小才子和他的伙计们，上海肯定会来报复。我们就守株待兔，等上海把兔子送过来。把长枪给他。对啊，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？他比你有见识，你什么都不懂。 听好了，枪法好的，都跟我一起瞄着。
防备上！打！狗日的盖头！打！开枪啊！为什么不开枪？妙计，天机破布，泄露。什么人干上了？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们赶紧撤吧。于叔叔，这边的事儿你还都没解决呢，你干什么去？枪给我吧。中国人を殺すことではない。上海を捕らえることだ。逃した人間を手当てしろ。はい。小鬼子，你们兔子尾巴穿不了了，不得好死。八个妖龙，来呀，来！八个。也没路。我溜。狗日的，呸！有本事你杀了你爷爷，狗日的，有本事杀了我，把他给我放。嘿，你们不得好死。你们俩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东家到底下山干什么去了？说。你们光低着头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你们就直说，别让俺们跟着着急啊。是啊，八两九钱，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出来，我们大家想想办法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上海都得听我的话，我的话你们敢不听吗？不说是不是？不说，我就撞死！娘，俺叔，小鬼子捉了魏兰山和小才子，把东家引下了山，东家要拿自己的命去换魏兰山和小才子的命。你们是说单海下山送死了？哎呀，单大侠下山都有两个时辰了吧？鬼子要叛
小才子的死罪。善海是为了救我小才子才打了鬼子的呀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个罪名。这祸一抹而起，不行，我不能连累我儿子，我找魏兰山去，我找他去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不要着急。日本人是什么东西？日本人要想害善大侠，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找。不要着急，想想办法。娘，你不能去，你要去了，俺东家知道肯定会活剥了俺们俩。宋县长，大小姐，你们看好娘，俺们去救东家。豪气闯四方，一路征尘风雨狂，威名天下扬。一碗酒一口光，虎穴龙潭也敢趟，脑袋别再裤腰上，只为咱家乡。一匹马一把枪，一声霹雳一道光，人在江湖叫得响，全靠义来挡。一碗酒一口光，咱们一起打豺狼，放下恩怨成兄弟，都是好儿郎。城山头的海水不能用斗量，绿林中的上战场。